11月8日的晚间，天空将会上演月月全食的天文奇观。红色的月亮一般都是发生在月全食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浓厚的大气层，把其他颜色的光都吸掉了，只剩下红色可以穿透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血月的出现。而下一次血月全食的出现将会是2025年11月8日，这是非常罕有的两大天文奇观同时出现，月全食和月掩天王星。首先登场的是月全食，将会看见月亮变成红铜色的血月，同时月球运行到天王星和地球中间，产生掩星现象。由于天王星比较遥远，平时在地球上很难用肉眼看到，但刚巧在月全食时月球变暗，那就可以观赏到这罕有的现象了。自古以来，超级血月所带来的影响都是偏负的，从科学分析看都是一样的，带来了分散的能量。地球与太阳与月亮之间被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反方向拉扯，地球磁场的剧烈波动令大自然与生物受到了异常的干扰，这样的影响就会造成变化与动荡。遇到超级血月可以避开，不必看天，早早回家就好。